大哥呀，不是你说你整了一地毛，你说你不闹心吗你啊？啊，一会儿爷爷来也得说你。来了吧，快来。哎，这是毛啊，这都你掉的吧？啊？你长啥毛？长这毛，瞅瞅。这不怪你，怪谁啊？就你长这毛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也是，你这是给他收拾收拾啊？你把洗涤机拿走了，我咋收拾啊？你不再整一个？我还真整了一个。你看这个优瑞家气泡洗涤机，可以先吸尘，把狗毛清理干净，带一键喷水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配合拖布，顽固污渍都能清理。气泡免洗，随用随扔，尘客麻布直接扔，免脏手，不滋生细菌，这狗毛碎屑全整没。拿了呗。你干啥呀爸？你不有了吗？不也都试试吗？哪那么废话？你别拿爸，我新整的。必须那样。你闭嘴。